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开始储存系统的性能指标的计算。这个系统的一个基本工作原理是，把储存这个慢速但是容量稍微大一点的存储器当中 CPU 比较常用的那些数据放到 cache 中。cache 它是一个容量小一点但是速度比较快的存储器。这样的话 ,CPU 大部分时候是在访问这个高速的存储器。只有在用到一些比较不常用的数据，或者用到一个新的数据块的时候，才需要跟这个慢速的存储器打交道，那么整个系统的工作速度是会提升的。而如何衡量这个提升的程度呢？就是通过一些性能指标来对它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给出的这些数据。首先是在执行一段程序的时候，访问 cache 和访问主存分别的次数。这个结果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就是访问 cache 的次数要比主存次数要多，而且是越多越好。为什么呢？看一下 cache 的另外一个参数，它的存取周期是50纳秒，而主存是它的5倍，250纳秒。所以我们希望 CPU 更多的跟 cache 打交道，它耗时是比较短的。这是一些基本的数据，然后看一下这句话是比较重要的，主存与 cache 同时访问。我们要读出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命中的话，也就是 CPU 要的那个数据在 cache 当中，那么访问这个数据的时间就是 cache 的存取周期50纳秒。如果要的那个数据不在 cache 当中，也就是未命中的时候，访问的时间就相当于单独的访问了一次主存，那么是250纳秒。可以对比着另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来理解这个结论。那么另一个说法是先访问 cache 后访问主存。也就是访问 cache 的时候，并没有同时发出访问主存的请求，所以如果数据就在 cache 当中，那么还是 cache 的存取时间。如果数据不在 cache 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访问完 cache 才发现这个情况的，所以这个50纳秒已经过去了。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再向主存发出请求，所以总的时间是访问 cache 没有命中这个时间，加上访问主存的时间。这就是比较常见的两种说法。它对之后性能指标的计算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就来算一下这些性能指标，看一下第一个，开始储存系统的效率，好像复习的时候不太看得到这个词，不太熟悉。那么不用急，我们先看第二个，第二个平均访问时间，这样一个说法是可以通过字面就推出它的计算方法的。平均的概念是不是就是一个总量除以一定的单位？那么应用到这个场景当中，平均访问时间实际上就是CPU 访问这个系统的总的时间除以它访问这个系统的总次数，那么总时间、总次数就用我们刚刚的这个参数来算。访问开始1900次，每次50纳秒，那就是1900乘上50。访问主存100次，每次250纳秒，所以就是100乘上250。总共的访问次数就是1900加上100。那么算一下，这个平均访问时间是60纳秒。这个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尝试也可以推出这一个定义的，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对这一个表达式做一下调整，可以写成一种比例的形式，也就是先用这个次数来除以总次数，再乘上这个对应的时间，这样就会得出两个比例，前面这个叫做命中率，它指的是 CPU 想要访问的信息已经在 cache 当中的比例。那么根据这个题目给出的条件，其实就是访问开始的次数除以总次数。那么我们给它一个一般化的定义，假设执行某段程序的时候，开始命中的次数叫做 NC， 主存命中的次数叫做 NM。 当然主存这个一般不叫命中，命中是以开始为中心的，开始里面有这个数据就叫做命中，开始里面没有这个数据就叫做不命中。那么总次数就是访问两者的次数加起来，命中率指的是访问开始的次数所占的比例，所以就是用访问开始的总次数除以总次数得到这个命中率。相对应的不命中的时候，就是后面这个时候，我们也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缺失率，它就是访问主存的次数除以总次数。观察一下会发现，不命中和命中它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表达式写出来就是这两个比率它们相加和为一，所以缺失率等于一减掉命中率。
那么如果题目给的是缺失率，我们也可以得到命中率这个数据。现在我们给这两个比例都取了名字，接下来再给这两个时间取一下名字。用 TC 来表示访问开始的时间，用 TM 来表示访问储存的时间，用大 TM 表示没有命中的时候的访问时间。那么根据这个式子，我们也把它一般化。开始储存系统的平均访问时间就是命中率，也就是这个比例乘上访问开始的时间，也就是这里的 TC， 加上不命中的时候，也就是缺失率，也就是一减掉命中率，乘上不命中的时候的这个访问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它不是直接等于储存的存取周期的，而是等于未命中的访问时间。而未命中的访问时间具体等于多少，还要看后面这句话。如果是同时访问的话，那么它就等于储存的存取周期。如果不是同时访问的话，还要加上一个访问开始，然后发现没有命中的这个时间，也就是下面的小 TC 加上小 TM。那么有了这堆概念之后，我们这个题可以做的再规范一点。这就是解法二，先求出命中率，然后用平均访问时间计算的这个基本的表达式，来计算这个题目要问的这个平均访问时间。这个是更规范的一个表达，当然，如果选择题的话，大家就看哪一个自己记得更清楚就用哪一个，结果算出来是一样的。搞定这个第二问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效率。首先给出它的定义，效率，我们用字母 E 来表示，它的定义是用CPU 访问开始的时间除以平均访问时间，也就是刚刚我们计算的这个时间。用刚刚定义的那些字母来表示，就是小 TC 除上小 TA。那么刚刚我们算好了，平均访问时间是60纳秒，所以这个效率就是50除以60，83.3%。这样的话，我们这题就通过先做第二问，再做第一问的方式来解决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先做第一问，再做第二问呢？我们把这个定义继续往下写，这里要用表达式来写。这个 E， 它的定义是 TC 除以 TA。而我们刚刚算过平均访问时间，它是用命中率乘上命中的时候的访问时间，也就是访问开始的时间，加上不命中的时候乘上不命中的时候的访问时间。那么对于这道题来说，不命中的时候它的访问时间就是访问储存的时间，所以我们这里直接写了小 t。 这个表达式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小 tc，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除以小 tc 之后，分子就变成了一，分母上h 乘上小 tc 除以小 tc， 那么只剩下了 h， 那后面这个就变成了 tm 除以 tc。 tm 除以 tc 我们把它记作小 r， 它是不是就是储存的存取周期除以开始的存取周期。这样我们会发现，算出这个 r 之后只剩下了一个 h 也是可以用这个次数来算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算出这个 ta 的确切的时间，只要知道这个 H， 也就是命中率，以及储存存取周期跟开始存取周期它的一个倍率，就可以算这个系统的效率。大家可以用这个表达式来算一下，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先算一个命中率，然后算一个倍率，然后把这两个东西带到这个表达式当中，结论跟刚刚是一致的。那么既然第一问计算的时候是不需要算出平均访问时间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第一问，再用第一问的这个定义调整一下来做第二问？也就是现在我们是越过了这一个平均访问时间，先算出了这个效率是 83.3%， 以及我们知道 TC 让你求 TA。 那根据这个式子， TA 是不是就等于 TC 除以 E？ 所以第二问如果先算了第一问的话，还有一种算法，就是用访问开始的时间除以这个系统的效率，就可以得到平均访问时间，同样跟最开始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就是这道题的几种解法。那么现在大家可能有点乱，我们把这几种解法整理到一页上。其实总的来说，从顺序上就是两种，先做第一问或者先做第二问。先做第一问的话，是需要之前我们推的这个中间的结论的，直接用命中率和储存存取周期与开始存取周期的这个倍率来算这个效率，然后再用效率的定义来反过来
计算平均访问时间。第二个是先做第二问，再做第一问。那么计算平均访问时间，我们可以直接用最简单的这种定义来算它，也可以用命中率的这一套体系来算它。算好了之后，第二问就直接带效率的定义，它是开始的访问时间除以平均访问时间。算一下，不管哪种做法，做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那么之前还提到，如果这里变一句话，会有一些区别。先访问开始，后访问储存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暂停思考一下，我们这里直接给出结论。出现区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 1-H 这边要乘的应该是大 TM， 也就是不命中的时候的访问时间，而这个模式下不命中的时候是先访问了开始再去访问储存的，所以是这两段时间加起来。那么对应的这里的倍率也应该加一，因为这里会多出一个小 TC， 也就是访问开始的时间，所以刚刚这里是5，现在这里是6，可以看到这个效率其实是降低了，对应的算出来的平均访问时间也是增加了。同样先算第二问也很好理解，也就是不命中的时候，这个访问的时间变成了先访问了开始再去访问的储存，算出来的平均访问时间跟刚刚算出来是一致的。那么再往后也是类似的，这里就不多说了。总结一下这题用到的一些知识点，首先就是这里的第一句话，储存与开始同时访问，先访问开始后访问储存，这两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区别？区别就在于不命中的时候的访问时间是不同的，不同时访问的话需要多出一个访问开始的这个时间，这个是首先要理解的这句话。之后就是一些定义的概念，命中率和与它相对的缺失率，有了这两个比率之后，再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访问时间，就可以计算这个系统它的平均访问时间，它是命中率乘上命中的时候的访问时间加上不命中率，也就是缺失率乘上缺失的时候它的访问时间。这个访问时间根据刚刚这句话，它的具体对应的值是有变化的。这是第一个指标，平均访问时间。第二个指标叫做效率，它的定义是访问开始的时间除以平均访问时间。那么把刚刚的平均访问时间带进来，可以化简出一些其他的形式，主要是帮助我们越过这个平均访问时间的计算，直接算这个效率。那么这里不建议大家直接记这个结论，而是先记一个定义，如果实在用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把这个平均访问的时间的表达式写出来，再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 TC， 就得到这个结论了。所以总的来说，要会算命中率，要会算平均访问时间，要知道效率的定义。最后还要补充一个性能指标，叫做性能提高多少。这个指标的定义类似于效率的定义，效率这边是用平均访问时间与访问开始的时间相比，而这个性能提升的程度是用这个平均访问时间跟储存的访问时间相比。那么大致应该能猜到它的定义了，它的性能是变为原来的访问储存的时间除以平均访问时间这么多的倍数，那变为原来的这么多倍就是提高了这么多减掉一那么多的倍数。这就是根据这个题需要大家掌握以及补充的一些知识点。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